各位乡亲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KN 阿金啊，今天来到我们的末日僵尸后面的这一个僵尸一直在弄我，不让我做开场啊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请先帮我按下喜欢，用力按下去，才可以把这个演算法给搞好来啊。喜欢帮我按到3000以上，哇，有了吗？按了吗？那我们就正片开始。那上礼拜我已经拿这个獠牙去换到了2亿，那我们2亿要拿去干嘛呢？当然是去买这个可以治疗这个僵尸的东西啊，不然这个世界上还是很多僵尸啊，不是说杀完一个超级僵尸，这个世界就恢复了。因为毕竟现在就只能跟僵尸的世界共存而已啊，每天都有几万例的这个僵尸的病例，没办法，走了，我们上车。这不是车啊，这是飞机。不对，这不是飞机啊，这是直升机啊，我在讲什么？来了，我们先去这个警局那边。看一下治疗这个僵尸的东西要怎么制作，因为毕竟我现在有2亿元嘛，可以做很多事情啊。如果是你们拿到2亿的话，你们会买什么东西？如果是我的话，可能会去买一个房子，而且房子应该是要别墅的哦，院子要很大那一种。然后基本上超跑一定要来一台吧，对不对？一台法拉利也才1000多万而已哦，我们买那种基础阳春的就好，1000多的就好了。然后当然兰宝坚尼也是要来一台嘛，对不对？兰宝坚尼预算也是抓个小牛的就好了，1000多万哦。这样就很舒服了，这样子2亿还剩很多钱呢。哦，那你们会想要拿去买什么呢？应该会有人想要组电脑，然后买 PS5， 然后免费仔会想要去买那个 GTA5， 因为他 GTA5 不想要花钱买啊。等一下，这边僵尸有点多，我先去查一下资讯。看这个治疗东西怎么做，边好像有写吼，他说有一种枪是可以做治疗的，哎，我们或许可以试试看把这一把治疗的枪给做出来。僵尸跑进来了，先把僵尸处理一下，太多了啦，不要再来了，不要再来了，不要再来了，僵尸有点太多。我来看一下这边有没有放个厉害一点的跑车，偶尔要用车子代步一下吧，对不对？西门那边好像有可以制作治疗枪的这个材料，我们先过去那边看一下好了，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啊。这边有一个停车场，就在警察局的附近，所以其实这边没有车的时候就来这边拿就好了。还不错齁，更正确的是应该直接把基地建在这边啊，把基地建在这个地方就有无限的车子可以使用。我记得西门的店在这附近而已，没有很远，前方不远处。哎，到了，就在这个地方。然后我们先进去看这边材料在，这边有僵尸。哇，西门的店也都是僵尸。这边感觉，外面那是谁？这个不是那个吗？安妮亚吗？间谍加9 Spy Family 的那个安妮亚。这个你有没有那个糖果啊？他跟我要糖果要干嘛？等一下，就把僵尸给杀了。糖果没有那个东西啊，好像最近有一个什么节日，该不会是什么万圣节吧？是不是？我就偏不给他糖果，看他会怎么样吗？对不对？赶快给我糖果，不然你就完蛋了。完蛋了，我就偏不理你，我先走一步了。他跟过来了，怎么会有一个安妮亚在这边？他想要上车哦。不让你上车，你想干嘛？先走。奇怪，怎么在这个地方遇到了这个安妮亚？还是治疗枪的材料在他身上？算了，应该是我多虑了哈。来，他说医院这边也有一个材料可以制作。
啊，莱斯特怎么在这边？哎，莱斯特，你有那个可以治疗这个僵尸的枪吗？啊，治疗僵尸的枪哦，我这边当然有啊，一把要2亿啊，你有没有2亿啊？啊嘞，一把要2亿也太贵了吧？哎，我嘞，我嘞，我不小心打晕他了，眨眼，我只是要打旁边的僵尸而已啊。好了，他又醒来了。刚才是不小心打到你的啦。好，原本想说那个可以给你打个折的，既然你刚才揍我一拳，现在你没有2亿，你就拿不到治疗枪。啊嘞，这么强硬哦、喔。好好好，2亿给你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的钱不见了？等一下，这边僵尸也太多了吧，不要一直来乱啊。因为我身上2亿怎么不见了？看一下他是不是放到车上，车上也没有、喔。我车上怎么有一个纸条？纸条上面写说2亿我拿走了，署名安妮亚啊。我的钱被那个安妮亚给偷走啦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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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先过去那个西门的店一趟。我嘞不给他糖果他就捣蛋，他就直接把我2亿给偷走。快用最快的速度，他人还没有不见吧？糟糕了。哇嘞，看一下哦，他这边啊，让他上车，他好像想要上车的样子哦。然后我今天带你去买这个糖果啊，这种是哪里有卖糖果？杂货店。然后我们先来讨好这个安妮亚，看他会不会把这个2亿给吐出来。走了走了走了，这边有一间杂货店，来来来，我带你去买糖果啊。哇塞，等一下，这边僵尸也太多了吧，走开，超多只的。OK OK， 没问题。糖果，糖果，我看一下哦。这边啊，这边有糖果啊。来来来，买给你，买给你。要多少你自己拿啊。啊，那个2亿可不可以还我？安妮亚怎么突然不见了？啊，他不是已经吃了糖果了？他给我突然消失啊！他刚才那是什么影分身之术哦？我嘞，傻眼，对不对？这样子。我怎么跟他要2亿啊？既然安妮亚是一个小偷的话，我就去找这个最了解小偷的人啊。我们去小富家，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线索，对不对？问一下最喜欢偷车的小富，他知不知道安妮亚在哪里啊？来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来。用最快的速度去这个小富家，哇，真麻烦啊。没想到万圣节这一天杀出了一个安妮亚，硬要捣蛋，硬是给他搅局了一下，对不对？哦，小富家这边僵尸也太多了吧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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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借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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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嘞，这边怎样摆了一个路障不让人家过啊？哦，这边僵尸特多走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去找小富。都是小富有没有在家里啊？之前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小富了。嗨，小富，小富人是跑去哪里？在楼下洗澡是不是？先去楼下一下。小富今天竟然有在家，真难得。他家好像不会有僵尸进来，还不错那个，你知道那个安妮亚要怎么去那个吗？把他抓出来啊！我2亿被他偷走啦。什么？安妮亚把你的钱给偷走？哇，这可不好办啊！因为毕竟遇到了万圣节，你又没给他糖果，他自然会把你的钱给偷走啊！什么？噔噔，那我现在怎么办？钱直接给他偷走，还能怎么办？凉拌啊！你这样真的就 BBQ 了，完了，所以没有任何可以解决他的对策吗？或者是他平常在哪里出没？这个安妮亚，你可能去这个学校找找看看，找不找得到他啦？我是不保证啊，学校是吧？好，我们马上过去看学校可不可以找到这个安妮亚。也是哈，他是个学生。走了走了，来。用最快的速度，等一下，车太多了吧，一堆车硬挡啊！好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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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哇嘞哇嘞，这台车怎么打滑？滑到一个不行好，正常了，正常了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到了学校，我们看一下安妮亚没有在这边。这个就是我们的贵族学校是吧？
来找一下，那边看起来没有，可恶！我想说，我好不容易有两亿了，结果现在钱直接给他偷走，让他爽到傻眼了，在这边也没有看到安妮亚的存在。好啦，那么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到这边。钢铁人到底要如何把两亿给讨回来？下礼拜你们就知道了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最后呢，我要感谢这些加入 YouTube 会员的人，因为有你们，让阿金变得更好。感谢你们，就这样。